唉，以前呢，香港人就成日去机场噶啦，喐啲就话飞，依家呢，就唔知几时飞得翻。唉，不过希望在明天啊嘛吓，就等出海事嘅台长，即系我啊，介绍定香港同台北嘅机场设施，等你下次可以尽情飞，补翻数，行啦，飞机唔等人噶。多得呢個長榮航空咧罷工嘅關係咧，我哋依家已經嚟到呢個國泰嘅6號安就唔知望到望到出邊啦。因為我要換咗我本身個 plan 啊，要買國泰機票飛台灣。咁但係啦，因為我每一次去機場咧，近呢一年咧，其實都冇乜幾可用佢哋個貴賓室個 lounge。咁一張卡咧就出咗好耐，一路都冇用過，所以今次點都屌事咯。即刻出示俾你睇，你睇下我啲風格就係咁噶啦。原來香港機場入邊咧已經有各大航空公司嘅聯營機構貴賓室噶啦。原來我會籍咧係屬於呢個環亞機場貴賓室，所以咧我係要去另一邊嘅環亞機場貴賓室先得嘅，即係我去錯地方啦，冇計啊，我會籍唔夠勁。因為咧，我相信咧，如果我唔係特登早幾個鐘嚟機場咧，我每次都係面對同樣嘅情況嘅，即係我差唔多去到趕頭趕命架機準備飛嘅時候，我先至嚟到機場。所以今次我諗點都一定要試咗佢。哇！由549行翻嚟144，原來幾遠嘅。哇！終於嚟到144呢邊。好似咧，我印象中咧，其實我係連呢個平時坐國泰咧都未去過呢邊嘅，好似。終於入到嚟啦，就係咁咯。我係坐先，我唔係攞嘢食先，應該得我一定有。仲有呢、這個，坐得幾舒服嘅呢度，有嘢飲。你兩杯飲先。諗住咧，係咪都拍啲嘢翻嚟咧？我真係未必過得住。明天下次咧，特登再做多個鐘嚟食。即如果仲有時間，明知道呢度係即係已經識嚟啦咁樣，咁下一次我就一定會好輕鬆地嚟嘅，唔會咁趕頭趕命乜炒都趕嚟揾命。其實因為咧，我已經係需要係登記夠鐘登記，我點樣食埋先咁住？唉，食完啦，睇下自己班。cancel 啊，唔係我班。好啦，我已經用咗應該三分鐘時間食個杯麪嘅時候咧，俾Linda食飽咗啦。最少都係感受下呢個 launch 嘅威力嘅。雖然咧，我哋唔係去一個最尊貴嘅 launch， 純粹感受下啦。下次就唔會咁趕頭趕命試噶啦，因為下次我絕對會早兩個鐘嚟嘅。咁啊，嘢食幾好食啦，幾舒服啦，同埋我覺得真係會喺嗰度 stay 一段時間，話嘢又好，食下嘢又好，我覺得係舒服嘅。我下次一定會係 keep 住嚟呢個 launch 食下嘢，舒服下，慢慢上機，唔使一下都趕頭趕命，就係我下次嚟嘅目標啦。其實台灣版同埋香港版係理應一樣嘅。即自從呢一次記得之後咧，每一次都會用一啲 launch 對我句啦，俾咗錢就冇理由唔用嘅，係咪？之前咧香港啊食自助餐啦，嚟到呢度啊，梗係食啲有台灣風味嘅啦，去得台灣就係咪？佢呢度咧係早餐時段嚟嘅，所以咧佢啲嘢都比較相對簡單。當然仲有啲西餐俾你揀啦，都係嗰句啦。有得呢個 service， 出得呢張卡就點都用下咁樣，冇理由浪費啊！我前日搭國泰會好啲，因為其實肯定嘅事就係一定會係 fit 國泰嘅客咁。咁如果你唔係買國泰嘅機票，咁會唔會麻煩啲咧？會嘅，因為可能你會去好遠，你先至嚟到呢一個國泰 launch 啦。咁但係有啲好簡單嘅就係預早啲時間嚟咧，乜事都冇啦。
其实好多人去旅行就去旅行㗎啦，好似我咁，我通常都係赶头赶命去到最后一刻先去到机场嘅。点解要有贵宾室俾你呢？或者真係赶头赶命嘅人呢，只係好似我台长咁少数嘅啫。好多人去旅行都会早多几个钟去机场，去下机场食下嘢呀，顺便 shop 下屏咁样。跟住 shopping 多个时候，搵个地方坐低舒舒服服食下嘢咁，你话几好呢？所以唔同嘅航空公司都会帮自己嘅顾客整一个非常之舒服又多嘢食嘅贵宾室。既然买得个机票，就梗系用鬼埋个 service 啦，系咪？大家下次去旅行记得多啲用呢个贵宾室啦。不过如果好似我咁样用国泰嘅贵宾室咧，大家都不妨申请张 AE 卡啦。拜拜。